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扮演雷州神吗？你倒是一次都没认出唯一的妹妹呢。她比小说里的男主角更加浪漫百倍，随随便便对人家笑。你们似乎有什么不恰当的关系？明日卑职会见到花露并捉拿她。那天赴约的花露是由我假扮的，但黎州神也有一点危险吧？您何必带黎州神上阵？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朝鲜婚姻大作战。